没想到吧？他们敢开枪，你也没命。常言，我今天只要姓黄的。好。铁人号到了，常言。嗯。按您的吩咐，一切都安排周全了，常言，您可以放心回了。同盟会的人，还是小心为妙。就在这儿等消息。Doing here? 我们要抓人。慢着，黄先生，我是上海鸿门长野派我来保护你的。站住！队长，站住！哎，站住！
三爷，侬来了！三爷好，三爷好，三爷这么早就来了。三爷，侬请。我想哥哥。三爷好。宋大人，放人吧。在这上海滩上，长爷有长爷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生意哪能啊？搿年头，侪拉讲功夫，一品楼个生意啊，越来越难做了。哎呦，杨磊！莫心，莫心呀！来，一桶，来，五来，一条龙！哎，这泡放的。什么呗？不要生气啊！啊，那我……啊，还放篮子下子长呢。嗯。哎呀，臭死他了！老子就是喜欢放响屁、穿大鞋、骑兽马。怎样？怎样？来来来来，拖把，拖把。俺们隔壁头个张家，出来一个小姑娘，长得老漂亮。坐吧坐吧，形容屋里向的纸老虎要侬的命哦！王老板，那也好不了。哦哟，表带子，气死人才，被人家骗了木牢牢的富了。哎，没有办法。胡作派，我看明啦。哪能弄得这样子了？哎，没有办法。你等等。哎，这是新来的吧？一看就是个虫。伊倒是，但是伊生了双大脚，不接客的。出七百，八百，900，1000，1300，1400，1500。Boom！ 1000。这个厨是我的。这个宋守备出洋相来，看上了一个大家伙的，还拐出一根大王。哎，搿只狗官吃了我廿根筋头。醒了呗，醒了呗！哎呀，哎呀呀，还带了把剪子。你想把老子给弄成太监呢？你个小娘逼！老子是花了一条大王鱼，一根金条，你晓得吧？竟敢不让老子碰，不老了！信了吗？信了吗？孙大人，侬不要发火，伊是新来的，伊不懂规矩，侬不要发火。目标，目标那个男人帮我。你一边给我呆着！大人，大人，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这个土家务的不是太君，去找老板，快去！去不去？我你去不去？能起啊，能起！
你给我去伺候他。那条黄鱼还给宋大人。怎样？说不定大人很想叫张王他们送来。不行，两根金条不行。行，常爷的面子还是要给。这个叫常爷的中年男人救了我，可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吼一声可以让上海滩抖三抖的上海王。居然敢咬上海王，又得罪了宋守备。他那个脚啊难看到那副样子，命里啊该走出宫到马桶，唱不了评弹，一口上海本地土腔。这个小姑娘啊哪能了得哦。别拿人家小丫头撒气了，把鞋穿上吧。也就是我可怜她是一个孤儿。上丫侬看看，一人不大，奶奶倒不小。叫侬说清点，侬又松开了。我想听完把上人看啊，吓死人吓死人。去去去，叫衣服送出来吧。起啊！慢。这个清官人我要了。上爷啊，侬英勇一时，现在看上了一个大脚丫头，会让整个上海滩看笑话的。我这这么多的丫头，哪一个不比她强啊？我喜欢这双大脚，那就凭她敢咬我啊，还敢不从那狗官，我喜欢。嫂呀，你想要个丫头还不容易，我送给你算了，分文不取。来，我可是认真的，你这光面子话得兑现啊。三爷啊，侬开心就打回去吧，多一个丫头服侍侬这么多的偏房啊。不，就放到你这儿。三爷，啥事情都有个上下之分，这乱了规矩啊，不来塞啊。可以可以，没事体啊。常爷，你想要啥就啥。我不是女儿嘞，我那个马队送给我的不是代具。哎，那你是愿意呢还是不愿意？这得得进去马子妮进去吧。快点快点，真是一步登天，当心点不要鬼玩的。小姐，侬个账单。侬看人家小月桂进门没几天就补到我头上来了。常爷何时见了？三爷保侬平安到上海，
最近身体不大好，也请王先生再等几天。老板，来碗馄饨。王佩月，今天晚上你是插翅难逃。七呢？把宋守备阻他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他们这是让我出招。师爷，你怎么看？洪门的七爷死了，常立雄更有理由不见我。到这个时候了，洪门还没有一点动静。诸位，当断不断，必有后乱。据说他最近迷上了一个一品楼的姑娘。哦，是什么样的女人，能让常立雄动了凡心啊？鬼胡搞！我最欢喜了，我也老欢喜吃个。小姐，你阿妈送西啊？真好看。小姐呢？怎么挡中？那我常某与枪无缘。咱还真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人呀、啊。常爷，出大事了，小月桂给绑了。哪有做啥？先生，我是洪门常立雄的女人。刚过了两天，你就是他的女人了。说，他睡了你没有？孔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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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乐！好你个常立雄，我要你好看！我的女人，他也敢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黄佩玉，他洋派十足，戴着黑色的眼镜，我看不到他的眼睛。他一把拉住我的手，他的手很软很凉，却把我拽得很紧很疼。这位先生救了我。在下黄佩玉，是为送月桂小姐而来。人我已经送到长爷手里了，在下告辞。
常爷，恕黄某不请而来之罪，请受我一拜。常爷万万不可，不能坏了规矩。不请自到，借势登门，你已经坏了规矩。这一拜，正好补上这一缺憾。顺水，谢你人情。送客。Will you marry me? I am serious. You're serious? 把杜莹弄坏呀、啊、I'm the queen of Shanghai. I will never marry a white devil. 理想色错为妄影青色似丧夫擦门凝冰卡当啊、对不起，妹妹叫来。阿拉娘也是只大姐，我是普通人。阿姐，侬文林都还来了吧？进来。记录上亚个女人啥人我碰不得个阿姬啊侬姆妈洗个记得告诉我那也是个哪个事实侬这个失踪的身份啊对侬将来后门的牺牲还是大大的出哦！哎呀，我要上鱼的来了啦！苍井雄在哪儿？说，快说！都没第一个不哭，我啥人侪不哭。我一直没过来，也不问问。侬回来，一定是有事体。我小女子还是沉得住气的角色啊。行，从今往后，我天天来。Thank you.
过来啊，美女。出死梯了，出死梯了。怎样？怎样？撤！咱没兔子。你给他靠，给他靠。Quick move！ 血迹！我爹了娘啊！少爷，是青岛来的，开过去。少爷，事不在弄清桑了，这个杀手是青龙卫首老女的师傅，还是宋守备的儿童。家属，家属，子弹取出来了，虚血过多，病人还在昏迷中。少爷，这个小妹子命硬，是菩萨派到侬身边来的。传出消息去，就说我已经被刺中，我得让他们高兴一阵子。约束了，上爷，看上去伊拉这病你出手啊。啥？啥？我说，这次啊，洪门一定是效犬马之力。行。这辈叫我来接侬。
清蒸熊掌，请。宋大人，长夜借你一条命，我们随时可以取回。告诉长夜，明天正午慢升而见。这就叫梅花阵，一呼百应。今晚上海滩的风声鹤唳皆因你而起。都看清楚了，这是你们松江府的手牌，你谋杀我的证据。你血口喷人，常爷，听老朽一声劝吧，不要和同盟会那些这个黄某人等等混在一起，他可是个危险人物。这些天洪门做的这些事与同盟会无关，皆因在座的各位才逼得我刮起了上海滩的血雨腥风。今天你们大家还能坐在这里与我常立雄说上话，着实要感谢一个人。请常爷明示。一名女子，是她替我挡住了那颗子弹，惭愧，好在她还活着，不然洪门定要灭你们三代。是战是和，你们拿主意。我看四方来自八方里，公讲公有理，婆讲婆有理，今朝大队都人拉个台面，恭敬不如从命吧。老朽有福啊，今天就给各路大人敬茶。再过来来来来来，请请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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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岳庆华呢？遵命。侯门进门的规矩很严格，一招错恐怕连你的命都难保。此次侯门必定百查，老大指示，如有必要运动山主，不如坐取山堂。报告守备大人，发现黄佩玉了。领乡人作甚？投奔梁山，
为何投奔？结仁结义，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七星阵，没想到真派上了用场。王先生救过我，我不能看他死。妙极，这插阵破得漂亮。长爷，奉至公堂五爷之命前来与长爷结盟，境界一定。这个是几道锁了？谁到了？鸿门要光大，今后定要靠你这种血贯中西的通才。蒙你老错爱。告诉归堂大爷，我这一腔热血卖给石货家。鸿门之振兴在此一举，兴汉灭清，国家共和。哎呀，往西三个车夫不领阻他了。走，满门。满门还有你，冲出去，记住保护好黄先生。好。嫂娘，嫂娘，嫂娘，嫂娘！快点，快点，一起冲出来保护嫂娘！快点，快点！让丈夫听，出死机了，冲出去保护嫂娘！快，走，走！两车，长爷，上我车。天命！
没想到吧？他们敢开枪，你也没命。常爷，我今天只要姓黄的，不管他是死是活，我都得带回去。恐怕不行。把枪都放下。好吧，只要你们赢得了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好。你知道为什么？Ah!
长阳就想自谋个清点。小野龟，你要好好活。金钗，我找到了。阿七来了，走，都给我上上下下的搜，把这些革命党人的残渣余孽都给我搜出来。你是哪来的老不死？你到底是哪来的老不死？你这个婊子！你个老不死，你给我的好死啊！把两个贱人给抓了。这什么人？放开他！放肆！让开！他是我太太。你是他的女人？给我死啊！他是我的外人。So please understand, this is the public concession. One fifth of this house is inside the concession.I too am performing my duty. Now take your soldiers and get out. 他说的什么呀？他说啊，这个房子有五分之一的地方都在这个租界上呢。我大清帝国的土地，不是谁想分一块就分一块的。来人呢？在。给我一尺尺的丈量。在。You want to war? 量，一尺一尺的量。在。曲阳背着我闯了大祸。于曲阳，你已经犯了杀人罪，请你坦白，你为何要杀道台大人？你的同谋是谁？你听明白了吗？他是个狗官，罪该万死。要杀要剐随便。大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七。后来听说是黄佩玉托洋人救了他的命。我也离开了一品楼，回到浦东川沙乡下。阿姐啊，今朝既是为侬接风，也是为侬送行，上海滩侬是等不下去了。明早就到东阳去，啊！洪门不能群龙无首啊。黄爷爷是洪家子弟，三江五湖。同门同宗，如今上海洪门这个局面，也只有黄先生能够撑住。这上衙要移走啊？上衙走得突然，没留下来移走。不过一个意思，我你才晓得啊。我你是啥人啊？王先生，我新代女，他小月桂。连小月桂都晓得了，我是门中老三，噶大个事体，我哪能晓得？黄爷，请万物推辞。黄爷，阿奇的命是黄爷给的，
王爷，王爷，王爷，谢洪门众兄弟。裴玉兄啊，你干得太漂亮了，从此以后我们有了洪门之事，起义已成大半了。嗯，あなたは羊の皮をかぶった狼だ。那你就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了。Today, we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a very beautiful daughter, Lily. 今天是我们美丽的女儿莉莉的四岁生日，谢谢大家来和我们一起庆祝。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乐公子，于老板，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求你们了，到此了，到此为止吧！啊，都是自家人，好说好商量。于老板，幸会了，后会有期。于先生念旧情来给我捧场。还惹了麻烦，前几天我只是路过看到这个名字小月桂，我就想会不会是你。没错，是我。你还好吗？好啊，我刚刚从东阳回来，我一直在打听你。
最后一次见你是在租界法院门口，你被拉上一辆马车，十年了。那全是三爷他们弄的。侬晓得刚刚侬打恩啥人啊？一个不懂规矩的妇人，我替伊拉要教训你。他爹是上海国军师，卢将军。爸，叔公，爸。下去。爸爸，这次你一定要给我做主。来，小哥来。杨来了，三姨太，他姨在里面呢。啊，走。黄爷，出事儿。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我打了上海护军使的卢大公子。所为何事？为了小月桂，他无理动手在先，所以被我打了。小月桂。Gentlemen, the plan is to buy all of the vacant land over here, as well as the suburbs east of Jing'an Temple. At the lowest possible. Cassia. Hoya.肖老板，王先生，你有恩于我。十年前，我破查阵时你救我的那个眼神，我一直都记得。肖老板，小月桂，我找了你很久了。您是洪门山主，宫董局花东，上海王。我只是一个戏子，你找我做什么？你是上海王的女儿，以前是，现在还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上海王的女人。黄佩玉说，她要像长夜那样保护我。她悄悄地偿还了我所有的债务，把戏班从小东门请到了先师大戏院。她还说，本地贪黄与金昆的一曲有文明气息，她要扶持。首先要有一个叫得响的名字。我说，昆曲高贵。上海的戏就叫深曲，从此上海滩有了深曲，有了深曲王后小月桂。Mr. Wang, you really have made Cassia of the Yipinan Bordello into an idol.
Lord Chang, although in the other world, must be very grateful to you. Been proven. How about the land of Jing and Temple? Do you want to work with us as usual? Of course. Of course. Good. Jensen is here. What does he want? But I do have to discuss these matters with my partners first. Thank you. I'm not a peasant person. 2 days, 48 hours. How's that? I see. Sure. 那姓黄的怎么处处跟我作对？你看，我喜欢陆香的，他娶了；我捧小月桂，他夺了。这口气我非出不可。我们封住了他们的水路运输，姓黄的财路是被我们断了，用不了几天，他会乖乖的求我们。护林啊！孙亚，罗哥，亮了，铁子哥亮了，好，趴倒。为什么对升娶感兴趣？升娶年轻，我们可以把升娶做成一个充满时代感的剧种，有别于京戏和昆曲。我刘洋归来，今年刚毕业。肃清散了，思路将近足啊。是边河党。榻榻请。今晚，好，你去通知工部局巡捕房和警务总局，不许走漏风声。那批货找到了，进入租界前把它拦下来。是我一个女人，我要防的是全上海的女人。我眼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以为你在撕他的脸，撕他脸的人是你，而我要撕你的脸。对不起，他妈的给脸不要脸。阿奇，去安排那个小贱人信任他那老相好。爸，那批鸦片今天晚上就能脱手了。租界地盘是黄飞玉的管辖，我会在美国俱乐部坐镇的。千万不可大意啊。放心吧，爸，我要小月桂。你要她干什么？我要娶她。你说什么？我要娶她为妻。你敢？爸，她小月桂是什么人？不就是一个戏子吗？哪戏配？你能娶得动他？我能。你
你的死期不远了。What? Chinese section, Shaodong Lane.清爽了，坐下来一起吃吧。不了，这对狗男女，我第一次干这么不清爽的事儿。你先回去休息吧，好好睡一觉，下午再来办公室。你们把谁做掉了？卢香兰和卢公子。黄佩玉，再怎么样也不至于是死罪。你不清爽，在上海滩想立足，双手不沾血，可能吗？那是清教徒的理想。你们两个是我最信任的人，我告诉你们，我时日不多了。外面所有的枪口已经指向我，我已经成了他们的靶子。什
上海滩的男人们真的都要以杀人和被杀来证实自己获取一切吗？长野也说过杀无赦，可上海滩真的只有靠杀人来解决一切吗？大公子的事令人心碎啊。讨袁讨袁，把我的儿子都赔上了。明天我要带兵包围工部局，抓了那个姓黄的。那就有可能是国际事件，洋人是不会答应的。那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我们已经有了新的方案。告辞金黛玉，真是一物降一物。上海已经在你脚下。谢谢。是我在你的脚下吧？肯定吗？是我。相信我，没事。Mr. Jensen, 48 hours I expired. Are you threatening me? No. Just a friendly reminder. Bye.刘总，Coincidence to see you here. What's wrong? You seem distressed. Everyone says that he's Lord of Shanghai. If it's such. What's wrong? Theater needs 2005 silver dollars. A lot of things. But.Katia, I can lend you the money. As the old Chinese saying goes, you share the suffering as well as the joy. I just like to think of me as an old friend. So kind. Okay.
Let's go get that money for you. Miss Zhao, Cassia, you really look like Madame Xin at the most enticing. You are even more beautiful than she ever was. Beautiful creature this city has ever seen. You really want to make a deal? In Shanghai, everything is a deal. Come to Papa, darling. What's going on here? Mr. Jensen. You are a brave man.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nt to ask you. What are you doing with my woman? Take her out of here. Listen, the place at the Jian Temple is mine now. And if I do not agree? You can disagree. Achi. Which one will it be, Mr. Jensen? Bastard. You know I just love it when you use that word. All right. I'll cooperate. Let's do business. Sign it. Dero Lu, Huang Pei Yu is seizing all of the land at Jingan Temple. Wait right there. I will send someone to pick you up. All right. Jensen's dead. Murdered. 2 shots to the chest. Why did you kill Jensen? He didn't sign the contract. I won't kill Jensen. I just want to kill that land. Who wants to kill him?
是有人想借刀杀人，杀我。小孩子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送到松江去了。白玉兄，听说简森的死和你有关。这个给你，你这是做什么？我想让丽丽回到我身边。你是最后一个和她见面的人，你还逼她签了份合同。你知道的还不少。最后一个和他见面的是那个杀手，最后和他通话的人就是幕后主使。我还是想让丽丽回来，她现在需要我。我懂，可不是现在。你跟吴将军不一直对静安寺的那块地有兴趣吗？我听说汤普森已经开始调查了，正在看杰森死前的最后通话记录呢。杰森死在什么人的手里，我心里有数。苍蝇死了，现在杰森也死了，你晓得下一个会是谁吗？这次凶多吉少吧，连累你了。听天由命吧。小老板，你是我的客人，黄佩玉是我的敌人。您跟他有什么样的仇？为什么非要置他于死地？等天一亮，黄佩玉必死。思雅，思雅，思雅，侬看。叫谎言，小杨哥，是陆将军干的。睡吧，你来了。
你是做大事儿的。是啊，做大事的人都想好好睡一觉。等天亮，等天亮我陪着你。死我不怕，这么多年太累了。玉桂啊，只有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才有活的感觉。不许哭啊。他们是一定要杀死我的，只有把我杀了，他们才能在上海呼风唤雨，就像当年杀长野一样，取而代之。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长野。你没有什么对不起的。他是为我而死的。不是。工部局警察所。Please。哦，邢老板，小月桂出事体了。喂，什么什么放人？华董什么？国际公约什么？我杀你鞋子！I'd rather die. 今天我答应你可以把女儿还给你，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立刻送走。宋丽丽去外国的事不能流露半点风声。知道了。你长大了，丽丽，你要记牢，从今天起你就改回你的真姓，叫常丽丽。你的生父是常立雄，你的生母是小月桂。
我的头上你们也敢撒野？赶快给我换人！上海滩敢做这件事情的人是数得过来的，两天之内给我查出来谁干的，恐怕等不到两天人就被做了。快跑啊，僧城敏捷手又回不了票了。 This whole situation could put us in a spot of bother. Have you seen this? Of course we've seen it. He needs to contain it, he can't carry on. Unbelievable. Morning. Mr. Huang, as a Chinese chairman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you cannot make ransom payments, even if you are trying to arrest them.撕票了，黄老板恐怕在上海滩就没面子了。钱我可以给你们，但是你们不能告诉任何人。明天你要亲自送。今何時だ？まだ中、決めてください。看清楚了吗？真的没别人失业，就一个人而已，好像是小月桂。护具带好了吗？啊，这事儿终于快有个了结了。欢迎。你们都在这儿等我啊，千万别冒出来。最后一步了，不能有任何差错。
子最对不起的就是长野，他是为我而死的，而我却参与了谋杀。小姬，要交给能保护你的人。小心，我没有。是谁？黄佩玉，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我要你取而代之。陈玉贵，陈玉贵！我没想到黄佩玉真的迈出了这一步，他死了，他以死了却了性命之恩，我也完成了对长野的承诺，可心底里却是一片悲凉。长野是一代英豪，却死于非命，黄野接管我们，在租界闯出一片天地，命运弄人，把一个大小丫头和两代上海王联系在一起。我开始明白情和义，却也看到了杀戮、黑暗和血腥。此时黄浦江一片血红，今后洪门走向何方？谁又会是下一个上海王？